说你是镜头，他直接吃的就是我。典礼举办的会场就是在安心桥塔的碑石工区。现在大家呢往前方看到的就是我们安心桥的重要支柱安心桥塔，它的塔高呢是130公尺，相当于是30几层楼高。而且桥塔的造型很特别，是呈现了10度倾角的 A 型塔柱。整座安心桥预计会在明年完成，也是横跨新店溪接往新北环状线14张站的重要工程。典礼呢将会在待会正式开始，也请各位贵宾们耐心等候。首先是新北市的大家长侯友宜侯市长，我们新店在地的议员陈永福陈议员，以及唐慧玲议员辅助主任王怀修王主任，再感谢陈怡君议员辅助李佩珍主任，新北捷运工程局局长李正安，新北捷运工程局副局长詹永峰，新北市新闻局长蒋志威蒋局长，新店区公所林黄元区长，
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工程团队，接下来欢迎的是新雅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朱排森总经理，长荣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李宽亮董事长，中国钢铁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李荣发助理副总，中兴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刘恒昌总经理，新雅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黄世章副总经理，还有台湾德国莱茵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张家伟总经理，另外是我们新店当地的里长，首先来欢迎是德安里的丁冠贵里长，公文里刘延兰里长，安和里刘淑美里长，永平里林木山里长，中山里潘威志里长，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场非常特别的是有30位的 VIP 粉丝，也令大家掌声鼓励。好，谢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安心桥是安坑轻轨连接安坑地区还有新店的重要桥梁，这座呢超高桥塔，它其实是支撑了整个桥梁的中心支柱。接下来就请各位贵宾来观赏安心桥塔的施工介绍。跨越新店溪的安心桥是安坑轻轨系统联系新店溪两岸的通道，全长502公尺，是国内跨距最长的铁路桥梁。 P9-46 基础是整座桥梁的重心，共打设直径2公尺的基桩42支，每支均深入岩盘数公尺，提供桥梁最坚实的承载力。基础厚度5.5公尺，分成3次浇制混凝土，每次浇制均同时动用数台混凝土加送车，并由工程人员依据完善的品管程序完成高品质的混凝土基础结构。锚定基座是基础与钢桥墩间连接的命脉，在这个巨大的基座里，共使用直径13.5公分、长度710公分的巨型螺栓82支，把钢桥墩紧紧地锁固在基础面，肩负着承载钢桥墩和列车荷重的重大任务。整座桥梁采钢桥墩加钢行架梁，搭配12对共24条运力钢索，不平衡斜张桥之设计。安心桥钢构件均由专业钢构厂商长荣钢铁承制，共使用钢板11280公吨以及243公吨之运力钢索，全部均在严格的制程管制下一一完成。后续钢桥墩各单元的吊装，让桥梁结构逐渐成型。完成第6单元的吊装后，整座桥已经为钢行架梁提供了稳固平台，为桥梁的结构打造出下一阶段的坚实起点，并展现出垂直高耸和水平展翅的立体壮阔美感。现在钢桥墩已全部吊装完成，钢行架梁亦是紧密短一寸，安坑轻轨施工团队绝对有信心如期如职打造此一新北市亮丽的新地标安心桥。在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出，这是工程的完成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新北市政府是非常要努力来实现3环6线。接下来就请今天祈福上梁典礼的主典者，也就是我们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侯市长上台来为我们致辞，也请大家掌声鼓励。谢谢，这样我们的致辞会跟各位比较致辞。有无议员，今天辛苦你了。威廉议员以及议员的秘书跟主任，在场检验局的李局长、新闻局的蒋局长，还有区长，
还有各位所有的施工团队，不管是主董事长，还有我们长荣总工的董事长，太多的都是为我们新店付出，在安康轻轨最重要工程的所有的伙伴，在场，咱所有里长哈，所有的里长们、好朋友们，以及这一次特别来到我们新北市给我们满满鼓励的，我们协张强最重要的这些好朋友们来到这里给我们观礼，谢谢你们的到礼。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安康轻轨这一条是最重要的一个，从安坑到新店，一个跨气的一个轨道桥。这条桥定为安心桥。我第一个要先问问一个吴议员，你知道叫什么安心桥吗？那、啊、为什么处心非比心？哎呦，我们给吴议员鼓励鼓励哦，赞了赞了，阿力过来了。哎呦，我卡在门改门的，没有泡招哦。真的谢谢你对我们的真的很关心。其实安康轻轨是我们新店地区跟安康地区所有居民殷殷的期待，所以我一来就一直问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完工？我们的目标还是110年底完工，111年要通车，目标绝对不可以打折扣。所以捷运局李局长、詹副局长，所有捷运局的伙伴以及施工团队，大家要并肩作战。安康轻轨这一条线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是我们安康在那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从隧道要打通，那个打通了。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指标在这个地方，那个是大家比较看不到，但这个指标是大家可以看的。每一次我经过高速公路，遥望你那个基座从平底起高楼，到今天可能也将近130米了。这每一次看的，嗯，不错。我们的安心桥，我们的主基座逐渐逐渐在形成。总算今天是我们的安心桥桥塔要吊梁的典礼，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这一个桥梁是我们全国最长跨气的轨道桥，220米，220米，最棒的、最长的一个轨道桥。尤其采取的非对称、斜张、钢横架的复合式的轨道桥，这是不同款的施工方式。这把是专台湾第一座的非对称的斜张铁吊桥，这是无简单的一个工程。这起起来130米的高，225米的高，它是我们新店的地标。未来，只要我们远远遥望我们的安心桥，就知道咱新店高啊，咱新北市的大文山区。想树也等于地标看到了，那是我们的精神象征，那是一个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进步的过程当中，从安坑的边缘的地方跟我们的大新店整个结合在一块，从这里结合到我们的14章，帮我们的轨道建设在大文山地区把它串联起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主桥段。所以今天谢谢大家来看我们这一个最重要的协商桥。当然，身为新北市市长，不是只有这个桥梁要把它做好，面对的我们现在的轨道建设，今晚我来走五条线，万大线、环状线，是吧？嘞，这条安康、淡水、三鹰。深坑要在规划，五谷泰山、巴黎要搁在设计做，所以在我这个是等于前面的工期展开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条一条要把它落实实
欠，所以最近对我的压力很大，是因为经费口袋没有那么高多了，但是花这个钱我觉得都必要的，该开爱开，不该开卖晚开，所以党爱人点，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协商桥吊梁，我是义勇为先，我要在这里敬佩我们所有施工团队，谢谢你们来跟我们新北市并肩作战，而且做了一个历史的指标，让我们大文山地区的民众，因为有轨道建设，让他们交通更便利，环境更舒适，也可以提高我们这里所有人的生活品质。那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天我要谢谢远道而来的所有的协商侨民，我们的轨道桥的这些好朋友们，你们来是给我们满满的鼓励跟加持跟支持。你看这太阳那么大，你们都坐在那个地方，我就很感动啊。所以这条桥哈落成或是这条桥完成的时候，记得要送好的纪念品给这些来贵宾的啊，把这张桥拍得美美的，送给我们这些贵宾的。更重要，我刚刚跟李局长特别交代，这条桥起来，它是一个文化，它不是只有个交通而已，它代表新店的文化。所以这里面的光雕，还有它所呈现出来的美学、城市美学，一定要把它展现出来。随时在这里办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新店之美。所以咱就对外拍表，苦地外拍表，大家到底做。啊，咱你就按大家同心，咱就看到咱新店越来越不一样。今天谢谢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好朋友，更重要要谢谢来想行购的施工团队哈。我一一都没有办法跟各位唱名，但是我代表内心满满的感谢。有恁叫起来这条，我给他真正大家深深一鞠躬。也谢谢我们施工团队各种并肩作战，谢谢大家，感谢，谢谢。热烈掌声鼓励，还有所有的施工团队。接下来请市长先回座，工作人员要准备。刚刚市长也说了，接下来这个安心桥将会是我们新店的地标。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的就是今天的重头戏——祈福祝祷仪式。首先，恭请主典者侯市长就主典者位置。接着，请陪典者就位，恭请新北捷运工程局局长李正安。恭请新亚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朱台森总经理。恭请长荣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李宽亮董事长。恭请陈永福议员。恭请唐慧玲议员服务处主任王怀修。恭请陈怡君议员服务处李佩珍主任。好，我们请议员稍微往中间靠。接下来要恭请的是新店区公所林黄元区长。另外呢，也请各位里长、现场的来宾，还有施工团队起立，礼声请奉香。民国108年7月1日，农历己亥年5月29日吉时，安坑轻轨安心桥桥塔吊装完成祈福上梁典礼。侯市长率与贵宾以及承造厂商敬备生火实修，虔诚祝祷，祈求上苍佑我及承造厂商、施工人员平安健康，诸事大吉。全体同仁均秉持戒慎恐惧之心，以其自主天助，敬祈上苍、天地神明，佑我工程平安顺利，全体同仁阖家平安。临风祈祷，沉动神池，一献香，祈求开辟顺利；二献香，祈求心健平安；三献香，祈求圆满成功。礼声请收香。
现金。